真的很惊人呢、欸。棒棒。开始规范自己的游戏时间，真的哦，小灯泡。十二点，再怎么玩，你十二点就要该睡觉了，不是说，那你好，虽然你隔天早上十点上班也没错，但你还是要早点休息。不行啊，可是有时候凌晨的时候，小灯泡在敲卡是不是？哎呦，你脚在干嘛？凌晨是凌晨的事情，凌晨，隔天早上再处理也可以，为什么一定要早上？一定要凌晨处理？嗯。白天不能，白天有其他要处理的，而且我白天要去运动。哇，小灯泡的下巴，你们看到这上面有一个裂痕吗？我不知道拍不拍出来，我就想说，为什么前面的那个挡风玻璃有一个裂痕？就我大嫂跟我说，因为昨天我哥就是为了打蚊子，我说他打蚊子这掌力到底是有多大？重点是蚊子还没有打到。可是前面的挡风玻璃已经裂开了，所以就是这只蚊子真的非常的贵，重点是还没打到，这太莫名其妙了。走走走。谢雷。嘿。咦咻。哎呦。好。哦。啊，这。你是要定格拍照啊？好像大爷。嗯。还要再一次吗？啊？嗯。投完票了。吃饭。坐车车。好，来坐车车。坐车车。坐车车。不要坐车车哦，不要坐车车，为什么不要？啊，自己关门。我们上车好不好？坐车。不要。麻烦问一下，让他们去做半夜这个。不好意思。哇，超久没有逛市场，虽然说收的差不多了。这一间呢，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阳光矿肉饭，因为它的肥肉非常的厉害。然后以前我爸很常就是凌晨的时候就会问我说：“妹，要不要去吃饭？”然后就会跑来这一间吃他那吃宵夜。然后有时候早上也会吃这个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阳光矿肉饭以前是叫它本收港，因为它旁边有一个公厕。你看每一个。我跟大家说，来一定要加蛋加它蒜菜，非常厉害，而且它肥肉真的是瘦肉的控肉到底是什么东西？大家看一下这个。Thank you.
你问。一脸一脸。哇，这个是二林国小，二林国小。我以前在这里读册啦。我以前呢，就是基本上只要知道我的名次，就会大概知道班上大概会有多少人。给大家看一下，不过它其实有完全的重新翻修过了、欸，以前其实不是长这样的，现在还蛮新的。拜拜。怎么这么暗？拜拜。